Hello， 小可爱们，大家好！我是手把手教你画画的新讲，使用的是如粉丝24色固体水彩、宝红岩浆300克水彩纸、花红尼龙笔。我们先用橙色多加水，给糖果铺个基础的底色，把画面所有用到绿色的地方也都铺上底色，在交界处呢混上深一点的绿色。糖霜饼干呢，可以说是圣诞节的必备款了。为了不改以往臭不要脸的可爱，必须用心型。天秤座很懒的，所以颜色多调一些，顺带把房子的颜色也都铺上，留出窗户透气透气透气。红帽子、红围巾、红糖果，画法都是先铺亮色接重色，等颜色干透了再给它们加上图案。好啦，画面差不多了，加一些小装饰物上去，缺胳膊少腿的地方也都补齐。现在就要增加细节啦，不断写三写穿，写三写穿，最后的最后点上高光，当当当当当，画完了。